收到 M1 开箱视频，首先把主体就手环开机的状态，然后再把手耳机取出，打开手环上，把耳机放进去，它就在充电了。看一下两个都在按住，两个都在闪，说明在充电。一充电它立马就会激活，两个就会开机。它现在已经配对好了，说明出厂的时候已经配置好了。一个闪，一个不闪，说明它们两个已经配对成功了。然后再连接手机，打开设置，把蓝牙打开，搜索到 M1， 这个 M1 连接耳机。好，这已经连接上了。连接上的话就听音乐，把音乐可调到最大。两个都有声音，听一下这个，有声音，调到最大。好，这个也有声音。好，这样的话两个都有声音了，就可以配对成功了，连接成功了。好了，是不是很利落？